来问一下，人哪位老师说了，说今天咱们可能全军覆没，嗯，在咱们当中好像有些人能歌善舞，好像都没有出现在你们五个人当中，谁愿意出来迎战？谁愿意？他们都不上，那我来吧。别看郎鹤炎身材一般，但是在我徒弟里边呢，还算是会跳舞的。对，十二生肖里边他属冬瓜的啊。嚯，属蔬菜、啊。你出来跟人家应战有把握没有？那我肯定是没把握。你哎，那你出来干嘛来？他们都不上，那我来吧。你打算用什么节目来应战？刚才这位达人是唱歌。对，嗯嗯，那我也唱一个歌。你也会唱歌？您也会唱歌？什么作品？大花轿。德云社是捧哏的相声演员，我没想到啊，还能跟着音乐有板有眼的把歌唱上来，哎，挺不容易的。谢谢师傅，挺好，还得努力啊。哎，来听一下我们的裁判老师是怎么说的。石先生，刚才，大林子说了，你很像火风，现在光是形似了，如果在神似方面再下下功夫，就更完美了啊。听了你的歌，我非常高兴。谢谢石先生，谢谢。武周彤老师，我觉得他不像火风吧，你跟那个德刚老师啊其实挺像的，你万一哪天德刚老师分身乏术的时候，你可以替他一下。我跟师傅比差远了。这个唱歌唱的确实不错，让我觉得有点刮目相看，因为这首歌的话很多人都唱过，然后呢都会去模仿火风的很多东西，但是我觉得我刚才唱的时候真没有看到火风的影子，那就是你，这点来说的话就唱歌就非常重要啊，你还可以唱得更好啊，好吧，谢谢吴老师啊。哪位老师？郎先生这歌唱的吧，有点沙尘暴的感觉啊，给我感觉呢，就是动作呢都是老一个，老像洗澡的感觉啊。这个歌唱的是不错，如果你当时刚才唱是满场飞，而且呀，你太年轻没经验，我教你，我再唱这歌，你为什么不把那个女孩子？你就真把他抱起来呀、啊！这场的观众很热情，尤其这边的姑娘大声喊抱一个抱一个，是你们喊的吗？我问一下，抱一个抱一个必须的，是你们喊的吗？来一个，好，抱那个姑娘，哦，不是抱你啊！我说的呢，好吃什么的都有，这是啊。